雄市在今天也举办了一场升旗典礼，不过整场活动啊是充满浓浓的选战味，因为有意参选2026市长的立委们都现身了。庆祝双十国庆，高雄市举办升旗典礼，除了高雄市长陈其迈之外，有意争取2026市长宝座的蓝绿立委们也通通到场。巧的是，五名蓝绿立委全部坐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互动，只有柯志恩跟坐在旁边的邱意莹有简单交谈几句。应该我们的一片和谐，你没看到五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的，其实还蛮好的。整场活动，民进党的立委包括许志杰、赖瑞龙、林黛桦跟邱意莹，都紧跟着市长陈其迈，不放过任何跟民众拔干净的机会。而立委柯志恩更是把握机会跟陈其迈还有其他的民众一起合照。照相大家都跟得好急，有吗？跟谁？跟陈市长吗？你看我刚才还维持适当距离吧。不要过多联想，都很正常，都很正常，对啊。大家一起来庆祝国家的生日啦。高雄市办升旗活动庆祝中华民国生日，但也看得见有意角逐下一届市长宝座的蓝绿立委们找机会跟选民拔干净抢曝光，也让升旗典礼充满浓厚的选战味。记者洪龙斌 SNG 小组高雄报道。